姥姥，这玩意这么丑，你弄来干嘛？你懂什么？姥姥帮你处理一下。这能怎么处理？你小子就瞧好了吧。姥姥，这鳄龟这么硬，什么味儿啊？做好了，香得很，你肯定没吃过。焯好水了，捞起来。姥姥，这还没好啊！我帮你买杯奶茶吧。你看我上支付宝搜蜜雪冰城，满十减二了。就你小子会吃，下次买菜啥的，在支付宝搜一下，好多都有优惠呢。哇塞，姥姥，满院子都是香的，好想吃啊！你小子不是不吃吗？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太香了，这下知道好吃了吧？